A for apple, B for boy。大家好，我是无机葵涌植谷分部总 ID 狗 Chris Wong。E for egg。科技发展日新月异，为人类带来前所未有的方便。不过，亦为世界一众顶尖工程师继千年虫之后，带来另一个重大的考验。长辈图。And for nose。Happy birthday to you。长辈图的起源。科技界仍然未有定论，但据了解，佢系喺一啲秘密组织开办嘅长者 Photoshop 入门班里边，无意中发明出嚟。长辈图凭住高对比度嘅颜色、鸡乸咁大只嘅字形，以及正能量嘅大爱字句，冲击长辈退化嘅视网膜同下垂嘅脑下垂，情况就好似黑客 hack 入老友记嘅 CPU， 令佢哋深信长辈图拥有带嚟智慧同好运嘅神奇功效。London Bridge is falling down, falling down。 在2016年1月24日，香港錄得 3.3 度低溫，就有一名長者在早上收到朋友傳來的天氣涼冷，注意保暖長輩圖之後，立刻穿回一件神褸，避過流感這場活世浩劫。長輩圖很快就散播到世界各地，好像印度、泰國、歐美等等，但它亦都困擾著人類的生活。早前一个上班族因为工作压力太大，反锁了在男士驾驶飞机期间，受到长辈图的干扰，导致飞机失事，机上数以十亿计的乘客全部罹难。事件引起联合国安理会关注长辈图引起的安全问题。Let it go, let it go。 多年来科技界都提出过无数的解决方案，而在今年无机葵涌植谷分部终于为人类带来好消息。经过他们绞尽脑汁长达十秒的讨论，正式为大家介绍长辈图 3D。 它采用了当今最清晰的显示，14寸 4K 超高清 3D 化，配备宇宙最强续航力，无需用电，绝不凋谢，全球首创实体化技术，只要用手机拍下就可以将它再数码化，将心意传达给更多的人。Thank you very much， 恭喜发财，龙马精神。我真系恭喜你，我真系。为咗分享呢个丰硕嘅科研成果，无忌关爱花档已经将长辈图 3D 由葵涌空运到港。年25至年30，维园年宵湿货区355至356，无忌关爱花档摊位一套四本长辈图 3D， 率先全球首发。认同请分享，购买是美德。维园年宵，无忌关爱花档。恭喜你，我真系恭喜你。Do you know what DLLM means? Of course 啦，问口嚟捞模啊！